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最近因为中央安装爱拆台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土墙，韩国高雄市政府偷压拆台中正文化中心前面的蒋中正铜像，在国内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第二一层西蒋中正化的风潮当中，做得讲全台湾各地都有的中正路，是咪要改名的问题，也再度本台家来讨论。你可能唔知，全台湾329只乡镇，至少170只有中正路。想一下，雅武卡夫圈可能就有一条。中正路虽然是透过 weekend 时代嘅生活，不过停电时间嘅高铁正式色彩早就已经推脱了。每个地方嘅中正路，点都各自发展出彩地嘅特色，老人文风情。今半夜，俺就做签时，老 weekend 老记唔记得，老正式博脱。记者车家林、老陈之南，带你去行行客家中的中正路路街。这个是五月天二百岁的台站结束过后，准备中华民国大壤内，本该是这个两头人蒋介石变到东秀庙，用中正二庙的建筑老路庙开始融动到。尤其是推翻光复初期到国民政府来到推翻过后，路面按照中正路改各只乡镇都有，其他的本地也不是改改路面了。中正路因为政策喜欢不太量融到各只乡镇，行啊一定是地东冲绕的台路。特别到了一张上所改推翻都市，提供签到中正路，差不多都是签到了当地最闹热的所在。今日通过推翻提起329只乡镇，到五只省合适，两只市合适。2026年为止，总计有153条的中正路。在民国64年之前，来到中正路还做唔得分团，表示且对个重重两球。前世得亏坚持历史正义，其实当多所在的中正路已经发展出了自我特色，无数多坚持的人乡。尤其在客家省，也近年来客家政府文化三样特色，被本地的路名客家树洞应该注意。为什么要人东北方因口占万空音，特别是生产蔬菜、食材是入冬户的关键。在落红叶毛体过后，才变成了东边世界南中乡。你的长衫那口容是安静，没保留了特别老街的容额。两条路位的中正路跟南中路街，日本时代1935年关山台铁通初期的时间，日本人就将两街路的副歌设计做两层楼的树丛日本式建筑，无论是木栋、村门，行在路街地图都像是行到的施工隧道，看到的都是扭扭的古早味。今日某一主日高，也下个南宋中正路路街发展出了客家文化小镇的特色。特别到了礼拜六日，烟斗、茶斗，将咱的本地点心的小镇，尤其是伫路街顺头，还有两条名人的石红鹅、桂花红。来到南宋中正路的路街，一天总得逛个两只位数，也就是最有名的桂花香。桂花香地边也匆匆的路街，有连埋四代全部都有，最有名的就是桂花蜜。不过老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你家心眼内，你桂花香其实根本都无桂花。就好是就好的，却根本无种桂花的红啊，又会变作桂花红了。其实系政府10年前开始用南面当年下班设置到两条红啊的石桥杆，政府透过与浦东水放养的天然引发了灵感，叫来促销讲两位按做系桂花红。再有两只田名，不过美政府安用变出了两下石红的地图，充满桂花蜜店的气劲。韩国桂花红高汉到顺头，走得看到一张如光辉水准起的，最近有桂花年历史的石三行，看下两是高的铺地准够蛋糕的石三上，不但强本桂民百年来做的几点变成石三，还做得顺山变做桂民工艺社会的八卦中心。除上这大家都有石三几个基本因。当多个居民肯系为自家片山食生苦，也系食菜，嚟展现出嚟客家人圈夹持家嘅特色。对，琼壮的桂花红难为一片。民国70年起嘅百年老酒窖，
那老街桥上未系地台提通过后，可起个街。尤其系水泥白色嘅屋瓦，那蓝色嘅树桥面，地推翻嘅要求地图系东海的看到街。廿年之前，老要求冇事路过后，是放天一段时间，帮每时做个土日手。当下是在南中为乡客政府的规划之下变成了冬天，南中无法回赶。去年南中的路相片提供居民也是银行来认识小镇的历史。杭州规划后就是年度插到的中间路路街，古老的建筑物当中吊在各种吊门的看板，规划门叫马叉下个雷叉都看得到。不过来到半年看到母猪都被发帖的提前消息，又是下南中路街吗？为让响到老家嘅品质么？地方嘅意思未到关心。诶，睇家族上头讲做生意啊，吼，佮因为有人客啊，吼，招钱财咪哈，故所以呢，睇家族比波咯想象做当到嘅店面就出来啦。我哋都希望讲吼，喺咪店面呢做咧一种思考就讲，一方面啊，你昨天卖出几只家，有几家特色的商品，吼。也是讲啊，你个客家庄园嘛吼，喺做啲有客家元素嘅客家面食嘅东西出来。莫希望南州老街因为刚刚客增加很多，就变咗另外体流通摊额事实。地方嘅饮食希望两条中正路做得正经嘅凸显南州嘅特色。有钱攀山，无钱攀水，将我富吹文水，扩大神社，来将它放在这内容堆好。不过群众的信心转到了隔壁新竹南北部乡，其实没查不到。南边的看板除了客家菜，还有说不清楚我们哪一类的消息，全部降低了片。北部老街的十年前变到东中央过后，走出日记不是跳白算不该容额了。人贵都喊得看到的半年半点哪一位出黑，在欧阳走中正路的老街，人为某地公共客气息的中心，看起来是点钱动到冲冲的石红额，夫妇的牙枪，广南北部挑白界好光景。金广府公馆天水通来到百年古迹的中正路当中起到彩彩，凸显了客家人文历史的时节，每部北部的风化走得继续下去。天天推三线继续上班，最近了几年又是极限火车，那路街风景变到当中名，就得讲是被推翻最有名的客家景点轮番。群众们是在中正路蛋糕，虽然路街门牌蛋糕的路名，走出日记没人会注意的。轮番是新竹人王三雄算不得总头。居民是客家族群为主，四乡都是山。经过两条中正路，就变成了树峨拉空山出入的主要道路。每日为安用，五老年腿是为女方带来动作的人潮。不过天然林业拉空业的门路，女方的情况没事没特。不过两下看下女方的街路，从土地的南疆发祖，客家绿叉到外来的高粱染冲，回乡谷，从中正路降到南岭。就是因为路面老店门的看板都出现了太树坡满反应物，本规条的路街变得闹热渐渐，生机无限。当然，来到南方最初路街就是中正路路街条前，俩从就五六十年的时间路火车条。属于新竹基线的轮番插头，其实本单是没通插的。不过政府台南市的变迁让轮番产业的发展，民国四十年配合的木沙滩的载人造起的，除了正面感染了轮番有名漫画家刘庆庆体格时，到今半夜插头还可以保留了五老年腿的铁片建筑风格。在安东人来东东人来轮番中正路路街来了聊来了老，不过能看到了这地下台些，实在唔得，俩位还有一只内湾国桥，唔但像内湾国桥，落去到汉啊特别的系叫刘庆庆漫画馆，系最有名。韩国平常时冇买入公共客住一间铁路地下台，除了细细间内湾国桥，最重要嘅就系就得到客家有名漫画家刘庆庆发明馆，唔但像就得欣赏到刘庆庆嘅大树坡内列漫画创作。
会做得看得到贵州内湾小镇的风景。韩国还有老古门街和中路街，就算是脚踏人按照中间街路，他们正确概念，无论是都市、中下，见到见到的人，只以中间路损失的问题，甚至是强烈绕口的改名。不过，事实后，日本的民众对中间路的认识，可能出现是两条路的强弱。除了快桥，走出一个五角溪，其实地图加上本人感觉，暗小的中间路，路街咪是总算清楚的一家。正式演出可以协两岸的台湾和中国都有大量的路是用中正一两杂事而名的，只不过在中国所有的中正路都已经改名的。在台湾做得讲是每一个县市都看得到中正路，韩国台体是当地的主要大路，上市的发展也是从业一开始的。不论是每以前正式的生活，我们刚刚看到的几条中正路都顺差超过为60年，累积了丰富的人文特色、老历史，一道本土的养分早就已经超过为正式。一本每一条本来当平凡无物的神奇的中正路，以为文化的意义。其实很多一条路行的人，正是每一条套路的灵魂所在。很多物的路名应该不重要的，你讲是不是？先发像伫苏头木族一间咯，客家天师故里对养生有深浅言，木本族群罗汉主题，老人感通接下来，向下来参加客家天师第三就是大溪路纪录片的整案发通，详细嘅内容请上客家天师网站 www.hakatv.org.tw。上到节目现场，接下来是我们的演的演业内的报道。透过两三礼拜，我们让我们分析了台湾中盐产业的现况，还有盐农所面对的困境。不论样板，竟然是政府最后一摆保证家私输给盐的。既然用为数大约2000户的盐农，下一步应该样板行列。
透过严农总研呢，去配合政府的政策，以下台环境改变，政府唔需要几多位严农就按难外来寻出路。一几年传统的农业纷纷去寻转型，总研呢也系重要。有一道严农早在19年前就注意到转型的必要性，大胆改变本来有的耕作模式，电都开创出种盐的之外的那外一片田。接下来去找张素云、刘凤岩山，就要带人去看看盐农转型以后有哪道新的发展。田从最多万人公顷到以下的700人公顷，在日暮落，人农生活受到动态的影响。东都种类本身年然的给人农，唔地讲自家某种人过后还走得怎么噶？唔过每入部分的人农，走到已经转型迁到出路嘞。我们这个有机农业哈，连土都可以吃。我跟你讲，买台边米，有时候出日本，有到香港。师傅哦，你安尼莫脏哈，拍唔落个你安尼啊，茫茫个拍面膜个啦。哦，我钓鱼个切角个吼，要从个石锅去清块个，我莫脏啊，口个杂杂个多，恁路差不多会拍都。发动全国个战天顺条，从头做到看到火差四个。战天独60岁个庞新发是武汉人，很大家实实才熟人呢。系讲某种人呢，庞新发做老太部分个农民形象，看天是看。后生的时节，种果子、撒种肥、日充丰产，唔单抢熟食毛嘞，还了得嘞加百万元。该粮食个机系爱叫咩某某节？这个要做头路诶，他们18、19岁，不过是一个种比较经济的做种西瓜、种哈密瓜、香瓜了的哦。你种个4、5年嘞有赚钱，结果一摆台风来吼，本台风实在打起，了他们几百万。人家加钱啊，利息啦、啊，一万元啊，无条条万啊，都阿木等靠个安眠药去办账，哦，阿都靠衰。凤妹庞新发开始种染呢，就种足种了38年，佮种开工好得如染呢。因为种染呢，本地佬欠人个钱都还脱了，生活总算系稳定下来。啊，一般人呢，向阿条一甲档吼，做个采收个产量，他们2000公斤。啊，个的获利还有他都19万，所以个各种个农产品吼，含遐个人呢较好啊。不管么个蔬菜啦、无个啊，都个获利无按高啊。透过政府就购买稀土个包装，政府唔但想保证家私输给人呢，还讲多多风采了掉天灾个损失，是甲个人天含有20万个补助。到时办个农作物比起来，人呢个利润系相对下高又下稳定个。每日为安永英从然呢改善了前度农家人的生活。哟嘿，哟嘿，哟嘿。台湾种的然呢，主要是两种方式种然呢。早在90年前，日本水台发莲然及安乡就开始种两种方式种然呢。这种然呢，最多的民农做了将近20年。同这种雪茄种还能用风吹干呢？好，啊，那种中国种还能用一条筛筛走诶，两毛相同。那种是要特别做颜料来去熏的，安尼很多黄色种，因为以熏后以后哈，也颜呢会变成金黄色般的那种颜色深。发动全国水系台湾染农界创造三体，不过以下归照发连染起总染面积寸36公顷，但强系染农种最多时间的2%。贵太平洋是好的天，原来美食总能染呢。不过天然染色样的木落，也会做到某种染的。然而，透过不了条染农，个人稳定的生活。不过，了下为了生活，了条染农如何前往前线的出路？那你要讲问他，你啊，菜园里下有30年做了台风种园的哈，你啊偏做来小组的种啊，种下有意思。他们艺术家出来，对啊，重要。跳高了，我有艺术人家。
安尼摊人往进票来到去的天堂，伊讲早起伫花莲染产业最好的时节，花莲富里东东农田休耕的时节都会种染呢。不过两下种染的经验全无几多。长期之家就伫15年前变成种了36年的染呢，就到转来转型种播啊。啊，都养个古货，就做做个4点4号月就个陪买，买了以后如果等到买了控制好诶。你都差不多培养大，你都将来都等过我啊！按原来唔呢，原来是从自看，看那么目镜看都全部看唔到，买到爱做阿太平相关啊。风清票两下种嘅米，就系3年前宣告外销日本大村名号嘅富里米。讲到自家种嘅米，其实热衰嘅风清票吃到东风心。台湾全省最好嘅一个地基。买台湾的米，又销出日本，又到香港，哈、哦，各位是讲，那池上米啊，目前唔咩，目前是富里米。富里米宣告外销日本，在国内卖动受到欢迎，连下到富里了嘅人口都冲来外卖出口米。富里农会单场系卖米，就是创下一年60万嘅业绩。你光吃它那白饭就会很 Q 啊，而且它煮起来的味道跟我们西部闻起来就不一样啊。我买回家之后，只要我妈妈一煮，然后我爸一闻就知道说这是富里来的米。日本人实际上是吃米的这个国家，他对米非常的挑剔，哈、哦，它的品质啊各方面他们都非常的严格。那既然我们台湾富里的这一个米能够销到日本，那就代表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啊。就个小朋友在俺农场看哦，俺多大个，咱穷光啊，大家都欢喜在要讲嘛，俺都全部叫举出来，俺多大个。虽然都日个背来背去，开起来系紧张，彭雪芬冇心情来欣赏，三万的天空作冲啊。这就是染了青头春天的彭雪芬，上到寒板冇染了，做得总个热的，心肝都有点僵。一下去三门照顾两招手机采染，因为完全某种动作，当然都系无限足采冲。虽然辛苦，但系彭先发回来希望。啊，多少个一边从个这些人来做，这些人都无卖啊，啊，都无翻好事啦，没人个都成伤心。还没冲个，看一多个吼，你要按个做出来，有无？你每两每三每四每五每，吼，你要我你你阿头都。心都不是特意啊，像我报销啊，嗯，我报销去啊。彭新发是花莲农历第一届做有机生产的农民，从水稻种五甲的染田到犁下施寸六分地，彭新发走到上道而转型。10年前就开始转做有机农场。彭新发讲，为做有机农业，老自家之前是两班农作种土有动态的关系。一百转呢？别人这个中途突然问我，啊，专门去搞事情啊！我问产妇，他个意思哦，都忙下伊，然后个送个平等礼啊。听白都听拢，你拢戆戆都因哎呦，又你妈那个讲个茶档，让送平等，听人还当想伊个，所以我都注视讲还没用农药。做有机农业，做唔得大农药，咪做唔得用化学肥，做虫个放草都会容易讲。彭新发老朋友从头起找寻头做到团舞，非常辛苦。当年多一个，一片骨头，我听。嘿，我帮解片，别人讲我又帮解片，当年做，无去困嘞，解滚嘞，做到海海滚。本是当个调人俩，是早早看了本彭新发强壮动作。他讲利用生活风趣法，风趣平常开，减少动作的负担。你讲嘞，都冇看到的嘛。你要养个东方果实蝇，然后东方果实蝇动过无？啊，你用该那讲个瓜的啦，那蔗的啦，托马多不掉多，这个都几个八重的。上课时转做就近农业，彭新发从头不认下。东东年纪夫莫打农药，莫被发好批，还没进进入盘盘树心。韩国头牌是扮演还没懂了解就去抢菜，本彭新发阿不动态。有莫个跳个人家。保利菜要卖多少钱？我一斤50块。该白米又讲，啊，伢保利菜50块又昂贵，什么的都贵差床。咁我来讲，用啊
市场来买基本有三种诶。为了提升农产品的品质，每位日本消费者对自家的青菜很下有信心。司徒岛消耗十年生的螃蟹花和剑齿藻，生产历练，对消费者负责。可以追踪，你产地在哪里？山地头那蔓延中啊，样板也都电影下个新闻节，所以讲消费者哦，小心安全。做住建农业十年，螃蟹花慢慢看到成果，连下一年台州就五十两万做的菜。虽然该粮食某人认为其种族主义或成功，不过自家种的菜得到消费者的肯定，彭新发两公婆认为所有的辛苦都有价值。大家有懊恼讲，小蜜蜂的农产品哦，唔是该种的履历表还是感谢，另外最该种的最欢喜的、最骄傲的地方啊。法令染色业的变化，传统的染料是最好的见证。像两种传统的染料，就是农民拿来配造染料用的。天然染色的木落，法令及暗香的染料，是传统十五点甜甜。法令及暗是全台湾最早种黄色种染料的地方。过去最多的时间，两种配染料的染料及暗就八十件。不过你下及暗某人种染料嘞？了到染料没走到风台没用嘞。看哈，我了乌龟当了片，奇怪用竹个做的哈，啊，可能变你不时推去的，啊，了经过嘿，好民国以后去的哈，其他种各种的，好木板。长期关心法莲菜体文化的总部主突然案例参观了建东汉德看到的宋品式染料，他讲大件染料都讲了日团染料的故事。看到两只山羊木落本青岛的染料煤炭来放台，即使吃到冻胃寒。你啊，人间虽然讲，当中老阿尼无嘛个管，不过讲其实嘛代表阿尼吉安乡两片哦，当中要一个产业，当当然该拜他就那个有关联。啊，虽然讲现在不种烟嘛，那起码懂很重要，就是一个所谓的历史建物啦。是为唔盼得可能染料消失脱，总部主决定为染料清出路。除了合委会寻常经费前来七十四岁的染料师傅邱林凤，用了三十年的时间重新整合两件塑造的染料，分析给某染料做的配的染料，转型变成法莲的染业文化馆。哎，你听下哦，你来一条咱们一天咱们对点样哈？年底有两千蚊就是，咱们大概来将把风落去。嗰啲都引入啲，嗰啲鐵鋼筋面等佢封封佢着火，所以咁唔敢打佢下打佢咧。要天外打佢咧之前就是因為新人滿嚟關落去。好，係，喺度見到有啲都嚟看哦。好，係，哦，現下哦，你啊，見到有啲都看，你啊，心臟哦，係完整嘅人料樹，安向順，最最完整、最堅固嘅嘅人料。台湾染色业的目录是无办法片面的，染料文化代表的是一种历史的勋章，自由转型成就保存下去的机会，染农动人的穷容，自由意识转型成就的友好改革现实的身份问题。而改变现场王清飘彭清发动人的文化不过几道都用感的行出去，希望开创染农之外的难外一片天。透过啲专卖之徒嘅包装之下，从业内改善了不少农家人嘅生活。不过，谈谈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开放嘅农产品进口，唔单止系中原嘅产业，整体嘅农业都受到重大嘅冲击。依照农民币最新嘅统计，民国九十七年，民义府嘅农业所得平均系18万1000元。比民以上国民的年平均所得还少为27万人，农民面临的当然严格的生活挑战。透过美国加封建的台湾省人的盐农，看定社会一项绿色的作物，省上的港的性格，不断记得必须难外来钱出路。只不过除了农民自家的打拼，人家也期望政府对于整体农业的发展有涵盖完整的配套规划，本农民享有安天不是受利的生活。一本台湾的农业永续发展。
来总那个来西西来要出本来特别司令要出你那个中中影制片厂的编审了。读初中那个时候是初中嘛，我读台北中学，好像三年级的时候我就不读了，因为电影界吸引我，因此我就进了中影。你去中马吗？一开始就是拿油漆刷子。周立宏啊，主要是一开始做卡所谓啊，所谓卡位站哈，再由我帮你调色。当年啊，啊，两位摄影啊，他给对阿弟台湾摄影的啊，倾向，所以倾向就做师傅。当然了，你啊都是几个县去的，当然嘛，亲善嘛，虽然还讲巧手的，但是两位摄影要属于一种艺术性的。我们现在屋顶啊，屋顶这橘色不好了吗？对，我在想啊，干脆这一个砖块就直接用这个橘色用画了。对，橘色。橘色哈。然后这个照这个一模一样，照这个，好，绿的底啊，然后黄色的那个菱形，好，然后这是刷七彩，好，然后这里面是苹果绿的，好。专门专业出来做油漆的，啊，出来做布景啊，尤其这款色啊，西港要做这款色要做。大部分全部从摄影棚底部读了，看唔会晒日头，所以做得工哈越做越有兴趣啦，啊，喊出做得工离摄影哦，多里啊刘春医生也要做牺牲来给做得工，还是越做越高兴。爱讲客家话，爱讲客家话，爱讲客家话，爱嘛好讲客家话，客语认真，客家腔好嘞。学问客家，学问甚人，客家天时，请你上到来飞机，提供你有听白界路相片。某行主题，老客家有关嘅事做得，有来参加都会送你礼物咯。详细嘅请见墙上客家电视网站。今日节目嘅最后一个单元，都要让介绍一种较现代、宽度嘅艺术创作——沙发。啲台中有沙子去推广沙发艺术嘅什么嘢，按照总进行。基本落去沙发尼身上，以为一只铁皮的机缘，开始用沙艺来创作。平凡又简单的沙艺，加上系海螺壳、老发尼的素材，在中间线的书房，都做得变作一幅幅轻柔风格的艺术品。一般都所看到的沙发作品，大体是宽敞用的工艺品。不过中间线自己创作，爱留沙发送向艺术的层次，也今年也开始受到国内艺坛的注意。
记者张飞仪、刘奇伟文，以下就带人向下来进入中间性的沙发世界，来认识一下搞沙的什么嘢。然后要加这个是那个色粉、色料，哎呀，色料。然后改变它的颜色，原本哈，原本没有调色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哈，那纯白色的哈。那我想，因为刚好想要搭配这个框的那个质感哈，那我想要调一点颜色，让它改变它的那个色彩。剑桥通电都给拍搞，各间颜色了改变色貌。顺风也得改呢，总爱都是海沙，还有一条娘类的海螺壳。中间先爱用一条沙的老海螺壳做花。平常可能撒花是小朋友玩的那个，全部沙都是主角，都是沙，没有其他的东西。那爱撒花是有配合贝壳啊，然后花艺制材啊，然后有沙啊，还有那个美术的用品啊。本身是插花先生的钟建新，因为两年前朋友送给一罐欧洲黄金海岸的拍沙，才想到老沙的拿来做花，没想到越搞越神奇。这个哈，防止这个胶啊粘到这个框，因为一旦粘上去就很难处理了，因为那个胶它那是固定性，就是非常快速，半个小时内要完成。那你如果说他没有办法说你上了之后，我就很慌乱的赶快这样做，其实根本来不及。所以你一定要先在另外一个框先构图，哈。那因为我比较没有习惯是在那个纸上构图这样，因为这个我可能在玩当中就是有另外一种想法了。张建新讲，创作沙发亲人的部分，伫挑出粘土镀好的拍稿，早早地将沙的老海螺壳一条材料粘起来，同时还会避免作品卡唔会变脱。将拍稿强烈发强过后，一定会在拍稿早退之前完成创作，无拍稿就会失去粘性诶。按样嘅挑战，总系为其带来动作嘅乐趣。我今天的主题哈，我把它定叫心情故事。那今天为什么叫心情故事呢？有时候就是说，我觉得人的心情，你常常会有阴晴不定的时候，你有阴天的时候，有晴天的时候。那这股那个米贝沙呢，我希望是一股力量，能够让你从阴天变到晴天的心情。对啊，希望就是说，大家都能够拥有那股无形中的力量去改变这一切。老师的创意很硬币唔得嘞，跟像安尼东西总爱去切个创意来的啊，唔系天然学学来的，其实一有想法的人啊。创作沙发，尝试爱记下点钟，因为材料粘上去就拿唔下来的。据说一般下诶会出现失败的作品。因为我的沙发，我做一次我就不能再回头了，嘿，所以有时候。当你的构想跟你的作品出来呈现有落差的时候，我通常会思考到底有没有补救的时候。假设说没有补救的步骤，那幅画可能就作废了。钟建新创作沙发两年了，诶，滴滚绿泥毯慢慢也不容注意到嘞，从头不有人有抢机器展览。最近记者到嘉义设立博物馆，展出全新的作品。妹妹，你最喜欢这里哪一幅作品？有海星宝宝那一幅。为什么？因为它很漂亮，很多种颜色。对啊。平东湾的。因为老师同我哋讲，也有安同事啊，你转头来看下咧。改好啊！啊你同时又应该就一路发扬光大啊！咧，咁品种咩过来展览。从亚看到嘅就系散户群嘅世界，用嘅动作现场色默默汹涌嘅海螺壳，还有海草老海胆嘅标本，就像系真件嘅海带世界。亦系钟建新第一时期嘅作品《关怀太刺眼》。那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是觉得说，那想要把一个很自然的一些海底现象，
好，把它呈现出来。那因为珊瑚在海底算是一个宝藏之一，那它呢通常是属于群体性的动物，那它群性非常高，那就象征说人在这个社会上你是不能脱离社会，离群所居。我想把那种意象表达出来。钟建新讲，一开始创作沙发，但想起见大家想要表达，台词演点都一条现象。过后，佮慢慢的加入自家对生命的想法。古所及过后的作品，从头做得看到，佮留一条的空间，无做到暗暗。佮讲也是刘文坤发电影佮想象的。比较多哈，多美彩的啊，多元的东西，我们一看就是一般我们。平常就很容易看到，然后我们一看就知道说那个是好像是一片海滩嘛，哈。可是像另外这一幅作品，我喜欢的，它是比较属于精神上的那个形而上的层次，就是说它虽然是简单，看起来只是一两个符号，可是你若仔细去品味它里面的那一种内容，好，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简单，却是有它的含义在。也给四位从下海海淡桥，劳动到从条街海路后，前菜给表弟发明给动容，命诶按照四个作品，总结成功，系其也下神发给对照。海淡桥就像当日未登记嘅工作，动容给海路后，代表含有动到其相爱实现嘅梦想。说我又要念书，哈，我在东海上那个念美术研究所，那我又开艺术中心，那我又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哈，对，那我又其他又有接的这种华裔的要写稿子的啦，哈，那就很多很多事情，常常逼得我必须同步去完成很多事情，那我其实我很想在这么多工作当中，我能够理出我能够一件一件完成的一个次序性，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在现场，从台湾有参观的民众，老总进行讨论观赏过后的心得，每有人想要老几个作品带进博物馆。不过一开始发表沙发的时间，没是有过五本其他艺术创作者前天的经验。其实之前人家也觉得我的沙画发展不起来，那我觉得我想做做看，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成功。我想是一股不服输。除了吴念妮艺术的个性，支持钟建新一直创作下去，背后潜台的动力就是来自家人的鼓励。我最大的感恩就是我的先生非常支持我的艺术的创作，哈，他对我的任何工作、任何的活动，他都全力支持。对，这个就是我背后最大的力量。不靠人的全力支持，本钟建新无马的实力，决心投入艺术之路。一个清晰的沙发创作现场，本期第二版热线台中市五星艺术家连战。谢谢市长，你好。谢谢。那有这种新的艺术的形态的表现哦，那我们也是值得，就很高兴看到有这种发展，这种表现。那我们也当然就邀请庄老师一样来参与我们这个女性艺术家的延展。那我们更希望他以后更多的创作，而且能帮助我们把这方面哈沙画面来推广出去，让我们台中市的艺术更多方面、更多元的来发展。听到沙画很好奇，还以为就是说只是一些沙子，那可是一进去里面啊，欣赏到他诸多的作品之后呢，看到他还是运用了很多属于海底里面的一些生物、一些贝类哈。那这些东西，我想一般人应该可能不太会去注意它。那么老师呢，能够化腐朽为神奇，非常的难得。由风沙纹路的五色海螺号，还有拍摄的牛角海螺号。加起来就像对天堂看高山落雪的情形。钟建新利用海螺号天眼的图形来表达台词演，扮成了亚个暗提皮的线嘛。我很喜欢他那种高空俯视的感觉，哎的那种视点，嗯，那
因为我还有其他作品也有这种试点，但是特别喜欢这一个，是因为它从高空上可以看到那种，我八月的时候有去过瑞士的那种高山积雪，在夏天还有那种高山积雪的感觉，很感动。就是觉得总经先讲，去搞好看书、旅行，观察神发总的变化，再看到这样的风景，就会想到用沙发表现出来。有一些周遭的一些人事物啊，我很喜欢观察一些变化。嘿，就是从寻找到一些灵感啊。我喜欢想说把它推成一种生活的艺术，哈，那能够进入到一般家庭的收藏，它会变成它墙面的一个装饰的一个物件。第三发地图请灵感，各本创作回归三发，是亚哈总结性大变的方向。技工沙发是一种老人动脚拳的艺术，啥啥都做得到。作为多用流行，就是老太家莫强的艺术品。为了推广民俗教育，总经省还可以一间艺术中心。不过，技工沙发的制作过程特复杂的，暂时还没办法开办九年。其当当透过研究和较轻松的创作方式，而老沙发推广出去，变作年年都做在脚圈的神发艺术。因为自家从来没停止追求匠的总精神，而老爱匠的观念传达出去，也希望大家都做在用心，把自家的神发变匠起来。今日的节目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第二位，我老观众朋友讲一则好消息，佮就系有限卡度嘅机会看到客家新闻杂志诶。以下客家新闻杂志除咗每只礼拜三暗头十点准时播出之外，每只礼拜四嘅半夜一点，还有下昼两点分别有一百嘅重播。另外，每只礼拜六嘅下昼两点，还有连暗头嘅六点，唔止十七台嘅客家电视台。六十三台的公共电视也都做得看到节目，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的。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希望大家安之世，再会。